杨紫与成毅的沉香如屑，自从播出后就引起了广发网友们的热议，两天破万，连续28加破万纪录保持者，说明了沉香如屑的火爆程度。虽同档期有星光灿烂月升沧海吴磊与赵露思，还有王鹤棣 X 于舒心苍兰诀这匹黑马的冲击，但是沉香如屑依然保持高热度，因为他一如既往保持将虐恋进行到底。沉香重华上来就高能，唐周开始面对自己的感情，选择放弃凌霄派的掌门人，选择与杨紫共度爱情。他从翩翩落叶中款款走来，第一次面对感情的勇敢与激动在他的脸上张扬，而第一次告白后杨紫的打断让他的勇气落幕而终。第二次告白，他听从玄烨的建议，处处踩雷，穿了应渊的衣服，提到了陈花簪，用到了不离卓的寸步不离。他从渴望回应到祈求做好朋友，到看到杨紫的宁愿疼痛也要离开自己的决心，不忍杨紫痛又不想放手的诚意，最终选择了放手。虽然两次告白均告失败，虐得观众们体无完肤，但是想到沉香的对称美学也释然了。毕竟神仙时杨紫告白从来没有回应，剜心之痛，雷行之苦，还有900年的杜忘川时的痛苦，这一世该成一环了。虽然在弹幕中经常看到网友们吐槽女主矫情，但是试问如果诚意一表白，杨紫就要答应，这不是围着男主转吗？杨紫从来都有自己的感情观，就像余墨说过的，她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，没有中间地带，严淡爱应渊，所以他会以心头血相赠，但是他不会答应在一起的请求，因为他明白应渊身上的责任，所以预告一次，沉香重华依旧会虐恋到底。虽然虐，但仍爱，因为这是一部保持清醒、人设独立、没有狗血的爱情剧。它作为一部剧解决的是事业与爱情选择题的回答，而这也是这部剧的意义所在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部值得观看的剧。但是为什么更新一集就断更了？断更的第一天，想他。